工，请问是谁住在雨伞上？金包银。错，是黑狗熊，因为山顶有一个黑狗兄，伊是不笑。住手！等一下，那哦，我还是没有讲到在雨伞上啊。有啊，那山顶山火山的山顶。轮到我，捐血车旁上面写捐250，送一个牛奶面包，捐500cc，捐一个手表，捐1000cc，你知道送什么吗？送什么？就送急诊了。好笑，蛮好笑，给我忍住，蛮好笑，给我忍住。你知道水手在船上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吗？划桨。错，是关灯，因为水手关灯。你笑，你笑。轮到我了，有一天，假如你说你年资多少，你回答800万。甲说，哇，那你一个月就有70万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乙回答。我做梦。不好笑吗？我猜到。哦，你猜到。有一只黄色的小鸭，它叫小黄，在它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一下。你猜它变成什么？白瓜。错。番茄瓜。那是错，它变成了小黄瓜。为什么是小黄瓜？小黄被车撞过去，叫了一声瓜，所以它变小黄瓜。听不懂还笑。轮到我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学生他在班上打瞌睡，老师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打瞌睡？”学生就说：“老师，因为我眼睛生病了。”什么病？自闭症。你笑了。等你有笑出来吧。我传太小力了。不行。哦。我到了。好，感谢波特来参加我的冷笑话比赛。嫩。嫩什么？太年轻了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，喜欢我的影片就帮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按抢先看，设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嫩，如果书架上少一本书，猜个成语。罄竹难书。错，缺一不可。